3月14日，女歌手容祖儿等一众艺人现身中环加州大厦，出席著名丹麦珠宝品牌的闪金派对。祖儿今天一身吊带白裙来到宴会现场，看她一脸容光焕发、笑容可掬的样子，似乎并没有受到近日来有关她和男朋友刘浩龙情变分手传闻的影响。这么多年来，有大大小小都很多，新闻都会冲过来，有时候挑战一下，或者是给自己一些生活的冲击。这么多年来，对我来说也没有太影响到我工作的，今天也不例外，都当是一则普通的新闻来看吧。有记者问到情变传闻是否属实，祖儿直言自己在感情问题上是很低调的，所以不想回应这个话题，也不会被传闻影响到自己的心情。从来都是低调的，对，所以我就因为低调所以不回应那么多。老实说我没有太留意，对，就所以就没有太大的那种心情的起伏，因为这个新闻。提到早前在日本游玩时上传一对情侣球鞋照片的事情，很多人认为这是引发传闻的导火索。祖儿闻言后当即对这件事做了解释。因为这个款的球鞋很难买啊，所以那天跟朋友吃饭的时候大家一起穿了这个鞋子，所以拍一张照片而已。不用联想太多。非凡娱乐香港报道。